说带我，带我进水深处，进入一生解脱在中。主啊，使我能够接近，主啊，愿降服我的心，降服我心，经历你丰盛。这边我们继续我们上次讲的信息，下网打鱼。我们先来读这段的圣经，我们一起来读，请。耶稣站在格尼撒勒湖边，众人拥挤他要听神的道。他见有两只船弯在湖边，打鱼的人却离开船洗网去了。有一只船是西门的，耶稣就上去请他把船撑开，稍微离岸就坐下，从船上教训众人。讲完了，对西门说，把船开到水深之处，下网打鱼。西门说，夫子，整夜劳力并没有打着什么，但依从你的话，我就下网。他们下了网，就圈住许多鱼，网险些裂开，便招呼那只船上的同伴来帮助。他们来把鱼装满了两只船，甚至船要沉下去。西门彼得看见，就俯伏在耶稣膝前说，主啊，离开我，我是个罪人。他和一切的同在的人都惊讶这一网所打的鱼。他的伙伴西皮泰的儿子雅各、约翰也是这样。耶稣对西门说，不要怕，从今以后你要得人了。他们把两只船拢了岸，就撇下所有的跟从了耶稣。好，那我们上次已经讲过这段的信息，我们讲到这段故事是发生在加利利海边。那一天耶稣来到加利利海，众人拥挤他，挤得不得了，甚至耶稣连站的地方都没有了。所以他就看到有一艘船在海边，那是西门的船。耶稣就上了那个船，把船当作讲台，在那里教训众人。而耶稣讲完道之后，做了一件很突兀的事情，竟然叫彼得把船开出去，然后下网打鱼。彼得觉得这句耶稣的这个话实在是很为难。弟兄姊妹，你若跟随耶稣，终有一天你一定会遇到耶稣的话让你很为难的。大白天不太适合捕鱼，是所有的渔夫的普通常识，更何况他昨夜整夜打鱼，什么都没有打着，已经够累够沮丧了，现在时间不对，大白天的更不可能打到鱼。但是他为了尊重耶稣，彼得就说，依从你的话，我就下网。弟兄姊妹跟我说一次，依从你的话，我就下。弟兄姊妹，这是你人生里最重要的一句话，这是你生命里最重要的一个信念。让基督徒我们生活，让这句话成为我们生活最重要的一个指导原则。
当你面对所有的事情，面对一切，你感觉让困惑或不明白的，就像彼得在这里，他非常困惑这句话。但是在我们里面有一个最深的信念，不管我喜欢不喜欢，不管我觉得懂不懂，不管觉得我觉得困惑不困惑，但是我最后的决定是什么？依从你的话，我就下网。这将是你人生最大的祝福。而接着下来，彼得所发生的故事就是因着这句话。彼得依从主的话下网，他毫无期待，因为他认为根本不可能打到鱼。弟兄姊妹，重点不是你的觉得，重点是上帝的话。但是虽然他毫无期待，但是太惊奇、太不可能的事情发生了。当你依从主的话，那不可能的事就要发生了。他竟然圈住了许多的鱼，满网的鱼，而且多到网都险些要裂开。而今天我们上个礼拜我们已经讲到为什么这个故事的发生，我们要来看什么事情发生了，使得彼得原来一夜什么都没有打着，竟然忽然之间却变成了满网的鱼。我相信这是上帝所要给我们的人生，是给我们的人生的图画，一个满网鱼的人生。我们就来看彼得到底发生了什么事而有这样的改变。第一个就是从西门的船到主的船，这条船原来是西门的，它是一条渔船，那么所以它除了打鱼之外没有其他的用途。可是今天这条船有了新的价值和功用。弟兄姊妹，耶稣来就是要带给你人生有新的价值和新的功用。耶稣就是那位创造丰盛的主，他来了就是要把丰盛、把更高的价值带给人。原来一艘平凡的船，今天因为主来到，一切就改变了。弟兄姊妹，不管你对自己有什么评价，不管你觉得你好或不好，不管你觉得你高贵或卑微，但是弟兄姊妹，耶稣上了这条船，你的人生可以是不平凡的人生。这是第一点，彼得要告诉我们的。从他的船变成了主的船，上帝要赋予你的人生新的价值和新的意义。第二点就是从没有打着什么到满网的鱼。西门跟他们同伴是专业渔夫，他们有专业，而且他们非常的努力工作，整夜打鱼。照理说有专业又这么努力，应该人生大有收获才是。可是圣经说什么？并没有打着什么。弟兄姊妹，人生有一个无奈，如果你不努力，你自己要负责任。可是很多时候我们努力了，我们也做了，我们也经营了，但是很多的时候，很多的时候不是我们可以掌握的。人生道路不由己啊，很多事不是你能够决定，你能够掌握，也不是你努力了就一定会有成果。彼得说我们整夜劳力并没有打着什么。我们当中有没有人，你觉得你一生的里面，你现在有很深的感受，很深的沮丧或挫败，你努力了一辈子，可是你回顾你一生，却好像觉得并没有打着什么。感谢主，今天耶稣来到你的生命，他要改变这一切，他要结束那一切没有果效的人生跟日子，他要为你创造全新的未来。彼得说我没有打着什么。今天弟兄姊妹，你也要来到耶稣面前跟他讲说，耶稣，我努力了一辈子，但是我什么都没有打着什么。我们看到彼得的挫败，这里有一位浮躁的渔夫，有一位绝望的渔夫，有一位空船的渔夫。有很多人人生像空船一般，他的人生是没有幸福喜乐的空船，有人是开着事业失败的空船，也有人是失去梦想的空船。所以我们可以很清楚看到，彼得这时候真是又累又疲倦，加上无所得的失望，他的感觉真的是低沉到不行。但是感谢主，彼得突破了，改变了。弟兄姊妹，这段圣经是为你写的，为你预备的。彼得突破改变的，你也可以突破跟改变。而那个改变就在圣经记载，耶稣上了彼得的船，他讲完道对彼得说了一句话，把船
开到水深之处。弟兄姊妹，你需要听到的就是上帝对你说，把船开到水深之处，必然有一天耶稣会像来到彼得的船一样，来到你人生的船。弟兄姊妹，如果你渴望你人生有新的收获，有新的转望，有新的领域，你要听到耶稣对你说，把船开到水深之处。耶稣会对你说，揣到水深之处，或许是你最陌生，你最没有把握的领域，甚至是跟你认知跟你意愿相反的。但是弟兄姊妹，你愿意吗？我们都渴望人生有丰收，但是耶稣说，你要丰收吗？你要把船开到水深之处。彼得说，依从你的话我就下网，依从你的话我就下网。听主的话下网的结果是什么呢？我们来看圣经，他们下了网，就圈住许多鱼，网险些裂开，便招呼那只船上的同伴来帮助他们，来就把鱼装满了两只船。奉主的名祝福你，你的鱼要装满两只船，你的人生不再是空无的人生，上帝要你的人生是丰富的人生，要圈住许多的鱼。弟兄姊妹，你为你未来的生活，未来人生画一个新的图画，你必然要圈住许多的鱼，你的鱼要多到装满两只船。圣经说，他们都惊讶这一网所打的鱼。耶稣带给人的都是叫人惊讶的。听主的话比带给你人生最大的收获，叫你人生有充满的一个惊讶的人生。辛苦一夜却一无所获，而耶稣的一句话就装满了两艘船，这个比较太大了。弟兄姊妹，只要有主，一切就可以改变，只要听主下网，就必有超越你能有的收获。前几天我们跟一位朋友吃饭，是一位姐妹，饭间在吃饭间就她就聊到，她讲到，她就提到她一个听神的话的一个经历。我要先讲，不是每一件事情都是这样，但是这个姐妹分享的一个重点，他分享一个重点，就是这件事情的结果的原因，是因为当时候他听耶稣的话，他听主的话做了这件事，结果发生的这个结果。那但是我们吃饭中无意识，他也没有刻意要讲，就是吃饭中聊起来就讲起来。那这位姐妹的工作的关系，她是一个很时髦、很靓丽、很爱买衣服的人。她说啊，她曾经一次买100件衣服啊，你就知道她多爱买。那几年前他还在上海工作，忽然上帝就感动他在上海买房子。其实他内心知道是神要改变他用钱的方法，要改变他买衣服的习惯，所以他很不愿意。那一方面他没有常住上海的打算，而且他知道他只要一买房子，就没有有太多多余的钱去过他喜欢的生活方式，就是他爱买什么就买什么，爱吃什么就吃什么。可是最后他还是顺服听主的话，下网打鱼。当时他实在看不出买这个房子有什么收益，就像彼得一样，他实在看不出这个网下去会收获什么。弟兄姊妹，我再讲，重点不是你的觉得，你的判断，重点是什么？依从你的话。这个姊妹讲的这个故事，他讲的，他其实他讲的就是这个。他说，我当时实在不没有什么，也不想，我都不想，但是只是就是因为主的话，主这样的告诉，主的教导，主要的感动，他就下网。没有想到才几年了，他的房子已经涨到1000多万人民币，超过5000多万的台币。他一个房子几年就赚了几千万。所以弟兄姊妹，上帝要让你两满船的两船的鱼，上帝一句话你就有两船的鱼。听主的话下网打鱼，就必有超越你的收获。我再讲，
不是每一个故事都是这样，但是这位姐妹无意中讲的一件故事的重点就是，当时这件事情的发生只有一个原因，就是她听主的话下网。布永康他说过一句话，他说与神的计划连结，你一定会成功。如果神帮助你，有谁可以拦阻我们呢？布永康讲的是他经过一生以后，他告诉我们弟兄姊妹，人生成功的秘诀在跟神的计划连结，跟神的计划连结。弟兄姊妹，你有人生你要成功，你要把你的人生跟神的计划连结。弟兄姊妹，你的工作有跟神连结吗？你的婚姻、你的家庭有跟神的计划连结吗？很多人婚姻是我的婚姻，是我的婚姻，是我的儿女，是我要计划，我要做什么，我有我的想法，跟神是毫无关系的。那上帝说，那是你的人生，你自己负责。如果是上帝的计划，上帝要负责，把你养育儿女跟神的计划连结。你有想过上帝你对我的儿女有什么计划吗？大部分的父母，你有想过上帝对你儿女有什么期待吗？对你的人生有什么计划吗？还是都是你自己的想法？布永康说，跟神的计划连结，你的人生一定会成功。我想这是一个很简单的道理。昨天呢，我在学生那边讲，我就想到说，很多人我们都要上帝祝福，上帝啊祝福我，哦主啊让我嫁个好老公，最好他有180公分，而且他还是哈佛的博士，那如果他年薪有超过1000万那就更好了，而且他会非常爱我，而且爱我以后就爱我一辈子。哦，美不美？好不好？太好了。上帝问你说，那这样要怎么样呢？哦，这样我就会很幸福啊，我就会觉得很美好，我人生就会很丰富。上帝说，那这样你跟我何关？上帝问你祷告那么多跟我何关？真的，很多时候我们的计划跟上帝都是没有关系的。我跟学生讲，我们打个比方，今天400年要应征一个人，他来应征了，我就问他说，某某人你为什么要到教会来工作？哦，这样哦，因为他离我们家很近啊。哦，那我看哦，这边的人都准时上班下班，我也觉得工作蛮轻松的，我很喜欢这样哎。哦，还有哦，这边的待遇也不错啦哈，哦，啊，那这样蛮好的啦，我也觉得这个蛮适合我的。请问你是老板，你要会聘这样的人吗？你才不要，你想的都是你自己。但是如果一个人应征，牧师我来了，我的人生的目标意向就是400粮堂的成功，我一生活着就是要为400粮堂成功。那我马上会说，哈，10万聘你啊！弟兄姊妹，你一定要跟神讲，上帝，我人生就是为你。上帝说，真的啊。很多人根本搞不清，上帝说，你想了一堆子，你跟我何关？我们想的都是我们自己。那上帝说，那你自己负责吧。所以布永康讲了一句很简单的话：人生成功要跟上帝的计划连结。对我来讲，我的牧会，你不要以为做牧师就是为上帝，有些牧师还是为我，也可以为我自己牧会。如果我只想要做一个大教会的牧师，我只要想教会能够被人家尊敬，我只要觉得哦，让人觉得我很成功，那上帝说，那你自己负责。可是我常常对主讲，上帝，你的国要成为这地上的国，要成为我主和我主基督的国。所以我常对主说，主，我这一生我所有的努力只有一件，就是要让看到上帝的国降临。我一生的努力只有就是那一件，愿你的国降临。我跟神说，主啊，400粮堂存在最重要的价值，就是让福音传遍天下，让最多的人信耶稣。几年前在教会正在推动建堂的时候，有一天神突然来问我一个问题，在我心里，他问我说，如果建堂完了，堂盖完了，我就要你把这个新的堂交给别人，那你现在还会这么热切的推动建堂吗？如果建堂完就要交给别人，你还会这么热切的去推动建堂吗？我想了一下，我很快就回答上帝，我说，上帝，没问题，
就算建完堂要丢交给别人，我也会非常热切的预备圣殿的一切，建造堂我会努力的推动。然后这个对话就结束，我觉得我回答的还不错，我想上帝蛮满意的，我已经过关了啊。过了几天，上帝又在我心里问一个，他神说，如果建堂完了就要交给别人，那你自己还会像现在这样奉献吗？上帝这次问的不一样的问题哦。上帝上次问我是还推不推动建堂，现在这次问我我自己还奉不奉献，我还会像现在这样奉献吗？当时我的建堂奉献是很多，超过我的收入的50%，我把我的积蓄都拿出来奉献。上帝说，如果建堂完就交给别人，你还会这样的奉献吗？哦，这个话蛮锐利的哦。哎，神真的是不放过，他一定要弄清楚，我建的是我的堂还是上帝的堂。如果建的是我的堂，那我要自己负责；如果是建上帝的堂，上帝就会负责。神要找到一个他真正能够信任的人，他把这么大的资产资源交在我的手里，所以他要确定我是可以信他、可以信任的人。所以感谢主，这20年上帝使我一切的丰盛，当我为他的国而活，当我为他的堂而建，上帝说这一切我都负责任，因为我把我的人生、把我所有的经营都跟上帝的计划连结。弟兄姊妹，我们的人生可以充满了神迹，我们的人生可以无限的超越再超越、超越再超越。一个有主的人生是充满了神迹，可以无限超越再超越的人生。所以弟兄姊妹，牧师站在你的面前就是向你们做一个见证，像我一个这样的平凡的人，但是因为主上了我的船，因为我把我的人生跟主计划连结，我就可以一个无限超越再超越的人生。这是我们分享的第二点，这是我们上个两个礼拜我们所讲的。那接着下来我们要看第三点，从夫子到主，非常重要。下半段是彼得经历了一个非常重要的转变的转折在这里。那这里说夫子，西门说夫子，我们整夜劳力，这是在第五节。然后第八节之后，彼得西门彼得看见就俯伏在耶稣膝前说什么？主啊主啊。在这两节里面，你有没有看到彼得对耶稣的称呼有什么？有一个很大的改变。而这个改变表达的代表出的是彼得对耶稣认识有了极大的转变，从第五节的夫子转到第八节的主离开我，这个神迹让彼得对耶稣有了从所未有的认识。他刚刚经历了一个超自然属神的领域，是上帝的作为，不是夫子所能做的。从夫子到主是彼得对耶稣认识的改变，也是我们每一个人对主认识所需要的改变。弟兄姊妹，你对耶稣的认识是夫子还是主？你跟耶稣的关系是夫子还是主？他是你人生的参考、帮助、顾问，还是你人生的主？彼得爱主、尊敬主，他愿意听主的话，但是这些不够，而且是一个错误的态度，使得耶稣永远是客，我们是主。所以当彼得意识到这个错误的时候，彼得就伏在耶稣面前说，主啊离开我，下面说什么？我是个罪人。弟兄姊妹，我不晓得你对这句话体会，如果你会觉得没有别人，彼得怎么会有这样，彼得没做什么坏事，彼得这个认罪不是他做了什么坏事，彼得没有什么做什么坏事，彼得其实做的还蛮不错的，是不是？彼得耶稣要用他的船，彼得给他用啊，彼得没有说一句不要啊，彼得耶稣说要上船他就给他船，耶稣说开船他就开船啊，耶稣说下网他都下网，耶稣说的他通通做了，为什么这时候他还说我是罪人？
弟兄姊妹，如果你还没有体会这个，其实你离开彼得的经历还非常的遥远。彼得不是因为外面做什么，外面做了错事当然要认罪，是悔，我是罪人，但是彼得这里做了一切耶稣要他做的他都做到了，可是他说我是罪人。所以弟兄姊妹，外面可能都对，但是我们里面还是可能是错的。所以彼得在这里对付的是一个主权的问题，到底我是主还是耶稣是主？我的船可以给耶稣用，但这艘船是主的还是我的？我个人认为，一个人成为基督徒之后，最重要的就是主权的转移。我们信主多年，到底我们是主还是耶稣是主？你需要赦免，他来赦免你；你需要永生，他来给你永生；你脾气不好，他来帮你改一改；你有病，他来医治你；你工作有困难，他来帮助你。这就是你跟神的关系吗？教会花了很多钱，很多的时间，教导弟兄姊妹十一奉献、十二奉献，要服事，要追求，要传福音，这些都很重要。可是这些其实都还是外面的问题。如果基督是主，那你十一奉献、十二奉献都对，你全职侍奉是对，你代职侍奉也对。可是若基督不是主，你奉献十分之九了还是不对，就算你全职侍奉了也是不对。耶稣绝对不会同意，因为我们只把他当作夫子。我们跟耶稣的关系不是一天要祷告多少时间，不是我们要奉献多少钱的问题，耶稣要的是我们生命的主权。所以弟兄姊妹，在家庭中你是主还是耶稣是主？在儿女的教育上你是主还是耶稣是主？你有没有问过耶稣，你对我儿女的计划是什么？还是你已经有你的想法，还是已经你有你的计划？在儿女的教育方式的上面，你有问过耶稣吗？在你的前途计划里，你是主还是耶稣是主？在工作事业上，你是主还是耶稣是主？彼得在他继续往前之前，他必须先处理这个问题，到底耶稣是主还是我是主？耶稣基督必须是居首位，夫子必须转为主，生命的主权必须交出来。听好了，如果我们人生的航程要成功，要满载而归，你就不能同时有两个船长。船长，其实彼得今天能够有满载而归，有两一往下去能够有这么多的鱼的收获，其实一个最重要的一个关键在耶稣说，如果耶稣说开船，耶稣说你，彼得说你在说什么，这是船是谁的啊？那什么都没有了，是不是？很多的时候我们都希望人生有很大的丰收，我们都希望耶稣来帮助我们，可是当耶稣说话的时候，你说耶稣对不起，这个家是谁是头啊？我们常常做主，难怪主在我们身上很难做什么，难怪我们身上很少看见上帝的作为，很少看见惊奇的事情，因为我们是我们自己的主。如果我们希望我们的人生是满载而归，弟兄姊妹，上帝有一个更高的护照，神有一个更大的丰盛要给我们，但是我们必须把主权交给他。神对亚伯拉罕有一个美好的计划，但是上帝说亚伯拉罕你必须开到水深之处。亚伯拉罕，对亚伯拉罕必须做一个选择，我可以站在这边，我可以继续在我的加勒底的乌尔好好过我的生活，我在这里75年了，我经营了一切，而且我还搞得还不错，但是人生就到此。上帝说亚伯拉罕，不，你的人生不是只有这样。神对亚伯拉罕说，亚伯拉罕，我要让你的人生成为，你要成为多国之父，有一个伟大的国家，伟大的民族要从你而出。神对亚伯拉罕，亚伯拉罕的人生不是只有在这里有两块土地，有200头牛，2000条羊，这你是很成功了，很有成就了。但是上帝说，比起我要给你的人生，那根本算不得什么。我要的是你成为一个万代的祝福，我要你成为一个救恩，上帝荣耀永恒的救恩的计划由你而出。但是亚伯拉罕，你必须做一个选择，
你要开到随身之处。你对你的人生，你必须放弃，让主耶稣自己来引导。弟兄姊妹，同样的，你的人生里面有很多，或许不管你现在觉得有成就没有成就，比起神要给你的人生，那还是算不得什么。但是你今天不要决定，上帝有一个更高的呼召，有一个更大的丰盛要给我们。当我们愿意把主权交给耶稣，愿意听他的话，他的声音，把船开到水深之处下网，你就会发现你的人生是何等的轻省，何等的丰富，而且充满了惊喜。在加勒底乌尔之前75年，亚伯拉罕必须努力经营。我相信大家都看到，任何一个在事业上成功的人，你知道现在你是不是费了很大的力量，你花了多少精神，你所有的心思力量都在那里。不过今天的成就这样，可是当亚伯拉罕从那里离开之后，一路走都是谁在带领？都是上帝在带领，每一步路上帝他同在，他所走的走到哪里，他所需要做的就在哪里足坛，他所需要的就照着神的感动继续的往前走。他遇到困难，他遇到挣扎，在那里上帝与他同在，甚至他犯错了，上帝也保护他从亚比弥勒王当中手中救出来。上帝祝福他所经营的尽都丰盛，他一路来有上帝的带领，他的人生是一个神带领的人生，是上帝做主的人生。弟兄姊妹，上帝做主的人生才是最轻省的人生，也才是最丰盛的人生。你愿意？问题在于你是主还是耶稣是主。当你自己是主的时候，你就自己做你的船主吧，你自己决定方向，你自己决定要在哪里下网，你自己决定你的网要如何处理。可是当耶稣做主的时候，耶稣说开向水深之处，耶稣说下网，从此用你的人生只需要听耶稣说开船下网。从夫子到主必须是我们解决的问题。信主多年，究竟你是主还是耶稣是主？第四点，从得鱼到得人。圣经说，他和一切同在的人都惊讶这一网所打的鱼。他的伙伴西皮泰的儿子雅各、约翰也是这样。耶稣对西门说，不要怕，从今以后你要得人了。他们把两只船拢了岸，就撇下所有跟从的耶稣。圣经说，这一他们同在都惊讶这一网所打的鱼。弟兄姊妹，如果你把你的人生交主权交给主，他的结果就是满网的鱼，满网。彼得一生都是渔夫，从他出生看到的就是加利利海，所以他心所想所望所要的就是加利利海。他能够想最伟大的梦想也不过就是这个加利利海。弟兄姊妹，是不是到此你人生最大的梦想也就是加利利海了？过去他最得意最想要的就是像今天补满了两条船的我，两条船的鱼。他一生的梦想，努力，他读了鱼博士，他买了最先进的船，他投资了，跟银行贷款，买了最先进的渔船。他所想到的不过就是今天，像今天能够捕到两艘满满的渔船。其实他努力了，做了一读了一辈子，读了博士，买了最先进的船，投资了再投资，甚至整夜都在打鱼，但是还是追求不到的，他一辈子追求不到的，耶稣一句话就做成了，你懂吗？彼得在这里告诉我们，耶稣说，这些真的就是你要的吗？你人生所求的就是什么？耶稣说，我可以很简单就给你，但是这就是你的人生吗？难道两条船十吨的鱼，这就是你人生最高的目标和价值了吗？难道你一生所努力的，这就是你要的吗？耶稣说，我可以给你一句话，你一辈子做不到的，耶稣一句话就给你。我们眼所见所快乐所惊喜的，上帝说，难道就只是加利利海的鱼吗？但我们当中也可能有人像彼得一样，早就厌倦了这样的生活，里面总有一个不满足。我或许有成就，或许你觉得没有成就，但是你说，人生难道我就是这样？难道我一辈子就是只有这样？
我展望前面有什么新的展望，有什么让我惊喜的事，有什么能够提升我，让我觉得在生命再有更高的层次的吗？可能我从来没有想过，其实大多数也是不敢想，我可以有一个不一样的生活吗？有一个更高的人生吗？有一个更有价值的生活目的吗？有一个心理学的实验，他把一些毛毛虫放在瓶口的上面，那一只接着一只排了一圈，像一个链子一样，那这个毛毛虫就跟着前面的毛毛虫一直爬一直爬，就围着那个瓶口一直转。而在瓶子旁边摆了很多毛毛虫可以吃的叶子摆在旁边，可是很有意思，没有一只毛毛虫会脱队去吃那个叶子，就一直向前跟着前面毛毛虫的屁股一直走一直走。前面的虫怎么走它就怎么走，前面的虫怎么爬它就怎么爬，爬到肚子饿了还是不知道离开那个瓶口。前面没有停它也不敢停，继续跟着那个虫屁股跑，因为它以为那个虫屁股就是路，他以为那个虫屁股就是前途。爬了多久呢？爬了一个礼拜，最后通通死光光。这个故事其实给我们很深的感触，就像这世界上的人，我们从出生开始就跟着哥哥的屁股跑，跟着姐姐的屁股跑，多大一点跟着爸爸跟着妈妈后面，再长大一点就跟着社会上其他人跑，世界的人怎么过日子他就怎么过日子，一辈子就在那个圈圈里一直打转一直打转，从来没有出来过，从来不知道他可以有另外的生活，从来不知道他可以有另外的生命。其实彼得的故事不就这样，从出生就是跟别人打转，他的爸爸是渔夫，他的阿公是渔夫，他的隔壁的阿静也是渔夫，旁边隔三家的阿静也是渔夫，所以他所想他人生就是家里厉害，他所有的想的都是鱼大鱼，他以为那个虫的屁股就是路，他以为虫的屁股就是前途。其实这不就是也是我们的故事，我们从来不敢想我可以有另外的生活，从来不知道我可以有另外的生命。可是当彼得遇见耶稣，耶稣给了他的新的选择，感谢主，耶稣来就是给我们新的亮光，新的启示，新的未来，给你看见原来人生可以不一样的。今天耶稣给了彼得一个新的期待，说什么，我可以这样吗？耶稣今天也要给你新的选择，耶稣给了彼得更高的人生目标，更有价值的生活方式。耶稣对彼得说什么？不要怕，从今以后你要得人，你要得人。当彼得让耶稣上了他的船之后，他的人生就进到一个全新的领域，他的眼睛不再只看到鱼，更看见人。弟兄姊妹，你的人生绝对不会只是赚那几十万几百万几千万，你不会只有房子车子。耶稣说你要，我一句话这些都可以给你。耶稣，我一个你感动，3年你可以赚2000万，可能你10年要搞20年都赚不到的钱。耶稣说我给你一个感动，因为耶稣知道明天股票会涨，哪一只会涨，要报名牌耶稣最知道。耶稣要让你发财，要你让世界，耶稣在这里告诉你，你要吗？这就是你要的，难道你人生就要这两条船的鱼吗？耶稣说我可以给你更丰富的，你要鱼我可以给，但是我说我要给你超过鱼的人生。从此你的眼睛不是只看到鱼，你的眼睛看到人，你的眼睛看见了天国的荣耀，看到生命永恒的价值。从此地上的鱼，地上的欲望就不再是那么重要。所以彼得就做了这件事情。你知道为什么彼得会做这个事？说起来这是不合逻辑的。然后他就拢了 上了岸，就撇下所有的跟从耶稣，其实是不合逻辑的。如果是比如说，哇，耶稣太神了，我们来合股开公司，你出技术我出渔船，哇，我们把加利利海包下来，我们可以成为全世界最大的渔货公司，这才合逻辑嘛。结果彼得竟然是说什么，不要啦，
一辈子求两条鱼，现在十吨的鱼在那里，彼得竟然说什么不要了。你看到吗？价值观不一样，追求的不一样，渴望的不一样。他看到了，说真的，人说有了钻石谁还要玻璃珠呢？是不是？有了钻石谁还要玻璃珠呢？除非我们没有钻石，当然大家都抢玻璃珠了。除非我们只看到虫的屁股，当然我们只好跟着屁股跑啊。你也不知道有别的地方可去啊。可是耶稣说，不，我可以给你新的人生。当一个人看见主的宝贵，灵魂的无价和天国的美好，他就不愿意再过只有捕鱼的生活。很多年以前，我跟彼得一样，我是学电脑，我想要留学出国，我想要抓更多的鱼，我想拥有更多的世界。我的家里是做生意的，我想赚更多的钱。可是当耶稣走进我的生命，在那个聚会，那是我刚刚当兵回来，在家里公司上班，在一个聚会里面唱了一首诗歌，叫做《仅此一生》。那首歌突然打到我的里面，给我很深震撼。诗歌说，即使你拥有财富，你还是会失意；即使你处高位，世人都认识你，可是在他面前却是什么？空虚。在他面前，这些都是空虚。上帝一点都不在意这些。你以为最有的最大的成就，你追求一辈子，在神面前结果是 nothing， 是尘土、粪土。他是世上的珍宝，你可以拥有，但是他也不是你永远可以有。你就算都有了，但面对死亡的时候，一切都是空的。他说时间过得很快的，稍纵即逝，在春去冬来间，生命只是虚。所以副歌他的结论说，仅此一生，很快就逝去，只有为主工作永洋溢，只此机会遵他旨意，把你的一生献给主，如此付出最价值，当场思想你仅此一生。那时候我就想，是的，主啊，我只有一生，过了就没有了，那我要摆在哪里呢？我还要继续摆在赚钱吗？我不是说赚钱不对，我们当中如果有人很会赚钱，我跪下来求你赚钱，但是你要为跟神的计划连接赚钱。如果你的生命只是去赚钱，那本书说穷到只剩下钱，这不是耶稣要我们的人生。你也知道这不是重点，是你怎么样把你的人生跟主计划连接。我们仅此一生，我说主，我就求渴望把我生命放在最高的人生的里面，所以我就放下，就像彼得一样，我就撇下了那些，跟从了主。虽然当时候人看起来是不可思议的事，还是在我的选择。感谢主，这三十多年服侍神的日子，充满着喜乐、满足跟丰盛。我终日所思所想，我的时间、精力、精神力量，我的快乐、悲伤，都在上帝的国和人灵魂的建造。我在这里找到我生命最高的价值和最大的喜乐。每次想到我们教会每一年有400、500、600人受洗，这就是我生命最大的动力。主啊，让我再拼一年，天堂就多500，地狱就少500；再多一年，就再多天堂再多500，地狱再少500人。我就觉得我生命充满了价值，我只要多存在一天，教会可以再多500个灵魂在天上。我最大的喜乐就是看到人的生命、人的价值、人的关系的改变，看到人在破碎里面得到医治和恢复。在我们教会每一次我看到有一位，我没看到他，我就看到神迹，我看到感恩，看到敬仰。你知道一年多以前他来到我们教会的时候，他是一个重度精神病患，而且加上鬼附。他被带进来的时候，他连一秒钟都待不到这个会堂，长时间吧，他就要冲出去里面，而且还蛮暴力的，因为他里面有鬼，他没有办法，没有办法在那边待一秒钟都没有。他精神而且跟世界外界根本就差不多隔绝，没有办法沟通。
可是他的家人坚持一次带来，两次带来，很奇妙，慢慢的他可以做五分钟，慢慢的他可以做十分钟，慢慢他可以做半个钟头，慢慢的他的眼睛睁开，开始越来越清醒，跟人有了互动，慢慢他可以安静下来。再过半年之后，有一天，就那上次他自己做见证，多少年严重的精神分裂，根本精神病，他完全跟世界是隔绝。竟然他现在，他有一天他的药越吃越少，越到有一天他完全不需要吃精神病的药。一年多以前他是不能上班，哥当然这种怎么能工作？而他开始恢复到职场工作上班。你知道我每次看到他，我就说主啊，我的存在，感谢主，我每一天都充满了喜乐和觉得自己的价值。我们的神迹快报里面，上这一次的有一位姐妹，六年严重失眠，她要吃四种，混着四种药来吃。你知道安眠药绝对不能混吃，那是越搞越糟糕。可是你就知道她已经没办法，根本没有办法混四种药六年。可是就在教会一个聚会里面为她祷告，她自己做见证写的，六年来第一次不用吃安眠药可以睡觉。我们给上帝最大的掌声，阿们。弟兄姊妹，我会觉得这个教会有何等的价值，看到人改变，看到人被医治。我们一个姐妹她分享，她跟她的她从小爸爸不负责任，所以她从小必须自己半工半读，那就算了，她还要分摊家里的需要的房租。她也很努力，当然没有爸爸的伤害的这个不负责任的爸爸带给他们都是很多的创伤很痛苦。长大她非常努力，所以她对她父亲是毫无感受，事实上从他心里面他就看不上他的爸爸。他的父亲长大有时候还要跟他借钱，他说我 一块钱都不会借给他，他说我最不愿意用钱的给人就是我爸爸，因为他从心里 就看不上爸爸。可是他信了耶稣有改变，慢慢学习爱爸爸，接什么，最近他不但爱爸爸，他还给爸爸买了一部车，而爸爸也开始给他去爱他，为他预备早餐。你知道那个不可能的破碎伤害修复在一起。他说，姐妹说我一定会，他已经开始带他爸来教会，他说我相信我爸爸有一天会信耶稣。弟兄姊妹，也难道难怪耶稣说从今以后你要得人如得鱼了，人才是最大的尊重宝贵。耶稣说你要鱼吗？我一定会给你的。耶稣说你先求神的国和神的义，这一切都要加给你。比如说这二十年来上帝给我极丰富的鱼，上帝给我满两船的鱼，让我吃都吃不完，用都用不完。我们家的冰箱没有空的时候，里面总是丰盛再丰盛。但是耶稣说你的人生不是捕鱼人生，你的人生是得人的人生。布永康他的爸爸问他说你要做什么，布永康说我要用我会朽坏的手做神不朽坏的功，用我会朽坏的口传讲不会朽坏的福音。他的兄弟姐妹告诉他说，你会将来你会贫穷而死，你将来会贫穷而死。弟兄姊妹，感谢主，从此布永康，耶稣对布永康说不要怕，如果有人告诉你为神而活会贫穷而死，耶稣对你说什么？不要怕。我们为什么很多人走不上全职，就怕贫穷。弟兄姊妹，上帝说你不会贫穷的。从此布永康一辈子他只有一个信念，为了天堂爆满地狱净空，他为了只有一个信念，天堂再多一个人，地狱再少一个人。弟兄姊妹，这会不会是你人生的信念，人生的目标？我无论做什么，我只有一件事，借着我的工作，借着我的生活，叫天堂多一个人，叫地狱再少一个人。我所有的工作目的不是捕鱼，我要得人。我在工作职场上，我为了不是在那里赚我的薪水，在那里我要让天国降临在那个地方。我活着吧，跟我的生人生，我的为儿女教育，我为什么要花那么多钱在儿女教育身上？我为上帝栽培天国人才，把你人生一切都跟上帝连接在一起，你的人生就必然成功。上帝他的哥哥说你会饿死会穷死，
布永康不但没有穷死，你知道布永康到非洲常常下飞机是坐专机，然后马上有红地毯铺的，让他走红地毯。弟兄，我们当中有人下飞机有人铺红地毯给你吗？没有人，没有人。所以弟兄姊妹，你绝对不会贫穷而死。如果有需要，上帝会为你铺红地毯的。但是对我来讲不需要了，升等比较有用嘛。上帝祝福我，所以神如果需要铺红地毯，上帝会给你铺红地毯。可是红地毯不是我人生的目标，灵魂在哪？布永康这一生带了超过5000万人信耶稣，谁的比他更有价值？谁的人生比他更丰富？谁将来的永恒报偿比他更大？愿上帝帮助我们，今天让我们看到满网鱼的人生，这才是神要给你的。好吧，我们低头祷告，我们一起来到主的面前。弟兄姊妹，我们的信息就要结束了。今天你愿不愿意来到主的面前说，主给我不一样的人生，从此我不再是这只喂鱼，我愿意把人生有一个新的方向。不管你觉得你好或不好，不管你觉得你如何，耶稣只要上了你这条船，你的人生就完全的不一样。在我们结束之前，牧师这里有一个呼召，我们当中有没有人你愿意全时间的服侍？你今天愿不愿意跟神说，主我心里面我愿意把我的生命奉献，不管未来如何，我有一个心愿，我能够全时间的服侍，或者是现在，或是未来的某一天，我有一个心愿，我愿意全时间的侍奉神。如果有这样的弟兄姊妹，请你站起来，我要为你祷告。有没有这样的弟兄姊妹，你愿意全时间服侍主，是现在或是将来的一天？今天你愿意跟彼得说，主我在这里，我愿意。如果有这样，请你站在神面前，我为你祷告，求主自己带领你。愿上帝使恩，主啊，你看到我们站在你面前的这么多弟兄姐妹，为他们大大的来感谢你。主啊，求你在他们身上做一个记号，纪念他们曾经在这一天，他们只把自己的心愿带到面前，他们愿意从此成为一个得人的人生。今天主耶稣对你说，不要怕，从今以后你要得人了。愿上帝祝福，愿上帝神保守他们，纪念他们。好吧，我们最后一起站起来。好吧，站起来。我们刚才站在几位的，下个礼拜是我们的献身研讨会，欢迎你能够参加，能够继续。如果有拿到留名卡，求你写下来，或许你的区牧会再跟你联络，好不好？最后为大家做个祝福，我们就聚会结束。主啊，把我们弟兄姊妹都交托，让你的话充满了能力在我们的当中，对我们每一个人说话，提升我们每一个人的经历。耶稣，让我们今天决定，主啊，我们不再只是在这个海上人生，主啊，让我们一生有目标，有计，有方向，让你不但是我们的夫子，你更是我们的主，让你一生指引我们的未来，我们的人生。谢谢我们的主，但愿我主耶稣基督的恩惠、天父的慈爱、圣灵的交通感动与我们众人同在，从今时直到永远。一起说阿们，拍手荣耀归给主，上帝赐福每一位。